位于青衣的南晴湾，五座物业合共供应大约1583个住宅单位，间隔为一房、两房或者三房连套房三种，两厅布局分明，间隔市正，独立式厨房设计，小部分单位可以望南巴勒海峡的景观。屋苑自设大型度假式会所，划分六个主题，其中最特别的是全长大约200米的户外泳池。屋苑设有购物商场、超级市场、食肆和便利商店，想选择多些可以步行数分钟去到附近长青村或者美景花园商场。南晴湾和港铁青衣站有一段距离，住户要搭专线小巴去到青衣站或者葵芳站，而屋苑附近设有酒店，亦比邻货柜码头。不过尺价较楼龄相约的私人屋苑盈翠半岛和豪景湾有两至三成的折让，所以亦吸引上车人士。记得 like 我哋嘅 Facebook、follow IG 同埋 subscribe YouTube channel， 第一时间收到最新资讯啦！